欢迎收看魔法课堂。我发觉现在有很多25、26岁甚至30岁以上的女生呢，依然每天是素面朝天。那我们的状态还有皮肤的状况呢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天一天的变差。这时候呢，化妆就能够给你一种力量，让你依然很美。Tidal waves and hurricanes, broken anchors, crashing planes, keep washing me.